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接着我们看第二个小段，二者解行法行，以佛菩萨教令法行，或自有大悲，或以正法与灭，护正法法行。论云，这个论是起心论，如是信心成就，得如正定句，毕竟不退，名住如来种种。到这个地方是一段那么这是第二种法行，我们佛门里面一般说叫正信法行啊。这个是由于经教的熏习，他真的清楚了，真的明白了啊，跟前一类的不一样。前一类的那是信成就发心的，那是善根啊，虽然他没有经教的熏习啊，没有读诵也没有听闻啊，他就有那么样坚定的信心的，这非常难得啊。但是这种人呢也不少啊，往往都是不认识字啊，很老实很忠厚。所以中国有成语，有一句话说，为上智与下愚不一啊，上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解行法行，下愚呢就是前面讲的信成就法行，这两种人好多啊啊，他不会退转了 最麻烦的就是当中这个阶段，既不是上上根呢，又不是下下根啊，这个中等根性，时进时退啊，或有或无，这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啊。那这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可以这样说法，他的善根没成熟啊，不能说没有，不成熟啊。善根的成熟，真的像前面所讲的，经一万劫，善根相续。你说锅炉匠的往生，他是不是经一万劫善根相续？一万劫以前的事情我们是凡夫不知道啊，很有可能生生世世善根相续，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看到了成就了啊，这个大有可能的事情啊。啊，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，那就是遇到净土法门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。这大经上佛常常跟我们讲，许许多多的菩萨想听这个法门呢，没有缘分，听不到啊！啊，这句话我们能够理解。他要是有这个信成就发心的人，
要是听到这个法门，他就生死了啊！什么时候听到，在什么时候就成就了啊？没有听到这个法门，要一万劫啊！如果在十劫听到了，他十劫就成就了；一百劫听到，他一百劫就成就了。省多少时间呢？这个法门稀有难逢啊！啊，遇到不知道珍惜，这就是善根太少了，他不知道珍惜啊。遇到之后的珍惜，真正发愿三年，日夜佛号不断，啊，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接着。什么都放下了，哎，他真成就了，这就是知道珍惜这个缘分，遇到可不是容易事情啊。开经偈上讲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。啊，盆基清居士说啊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。无量劫稀有难逢，你居然碰上了，碰到了啊！所以你真的下定了决心啊！我们这次听到这个同学告诉我，黄忠昌居士闭关念佛，只有一本《无量寿经》。一句六字后面，其他的一切都放掉，这就能成就。如果还夹杂着其他的这些经教啊，就不行了啊。所以遇到了，你能不能成就，关键在能不能彻底放下，关键在此地。这个彻底放下了，这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缘，这三个居住啊，啊，不但人天尊敬你，诸佛菩萨都尊敬你啊。为什么呢？看到你，你遇到这个法门的时候，有这样坚定的决心，你就快成佛了。啊，两年三年你就成就了，你就进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俱乐部了啊。不但你超越六道，你超越十法界了，这种缘到哪去找啊？所以我们要晓得，要认识清楚啊，那真的叫得来太不容易了啊！你要把它一收获一放弃，那就是从前李老师讲的，你还免不了长劫轮回，就是虽有善根，肯定长劫轮回啊！为什么烦恼习气太重？烦恼习气带着走的，你来生的烦恼习气比这一生一定更重啊！这一生放不下，来生更放不下啊！到什么时候真的吃尽苦头了，你才会觉悟，才会回头啊！确实有回头的一天。那起心论讲的是一万劫，哎，你还要在六道里头受一万劫的苦啊！那么第二种呢，
是以佛菩萨教令发心，啊，这个教就是经教啊。啊，我们学习经教，通达经教啊，明白了。啊，道理搞清楚了，事实真相也搞清楚了。啊，晓得我们人生最正确的方向目标就是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下定决心，不愿意再搞六道轮回了。天上人间的福报通通使尽，不要了啊！你要了什么？要了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写得干干净净的 啊！就像祖师大德教给我们的三藏十二部啊，让给别人悟啊，八万四千行啊，饶与别人行啊！啊，我只要一部经啊，《弥陀经》也好，《无量寿经》也好，就一部经，不要第二部，一句佛号啊，老老实实去用功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么多例子，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。啊，那个善根厚的人，见到听到了，他那个信心呢，不退的信心呢，立刻就起来了。啊，善根薄的，就很难受了。啊，所以这时。这个第一个是从经教啊，真正理解了，真正觉悟了啊，这个是一种。那么第二种解行发心的呢，是和自由大悲啊，悲心重啊。自己受的苦难啊，再看看别人啊，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，一切众生都是在受尽的苦难啊，怎样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啊，是从这个地方发现。那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首先要成就自己。自己不成就啊，你就没有办法帮助别人。啊，那么自己要真正得到究竟圆满的成就，这些事，学净宗啊。没有第二个法门的啊，禅好，一定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；教很好，必然是大开圆解啊，得无碍辩才，你自己成就，你才能成就众生呐。啊，没有说自己没有成就能成就别人的，没这个道理啊，这个是不退心啊，从大悲心。第三个是或以正法于灭，
护正法发心啊，这是我们现前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啊，眼看着正法真的啊接近于愚灭的边缘，那么护持正法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桩事。护持正法怎么个护法呢？不是建寺庙啊，那不是建道场啊，那真正要护持正法，自己要真修行啊，如理如法的修行啊，自己成就了，给大家做个样子啊！啊，感动大众，觉悟大众，啊，让大家都惊觉起来。哎，我们要认真修行，佛法就不会断灭了。庙盖的再多，佛像建的再多，经书印的再多，没用。啊，所以有一类勇猛精进，锲而不舍。他为什么？怕佛法要灭了。我不做，谁来做呢？啊，如果我们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，啊，有的是人，我不行啊，自己就没有退心了。啊，靠别人靠得住靠不住呢？靠不住啊。成就决定是靠自己，决定不能依靠别人。啊，自己成就之后有这个缘分。啊，这就讲了带几个学生。啊，这个工作是续佛慧命。啊，这个功德真的是无量无边的，啊，肯定得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有苦啊，啊，苦必定要吃，啊，障碍众多。在这里看到你的坚定忍耐啊，看你的智慧啊，看你的善巧方便度过重重的难关，也吃尽苦头啊，才能把正法维护住，成就自己，成就众生。啊，能够得几个传人这个心愿就能够圆满了啊，可是传人可遇不可求啊，我们发真诚的心，恳切的心求感应的啊，没有这份真诚恳切勇猛精进是不会有感应的
啊，起心论说，如是性成就，得入正定居。这个如是，就是前面所讲的戒心，或者自己大悲心，或者是看到这个正法要灭了，啊，发起这个护法的心。那如是指这些，啊，这些信心呢成就，得入正定去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他的目标方向是一个，决定不会改变，决定不会退转。啊，这个正定，我们在此地来讲呢。就是正确的方向跟目标，决定不改变的啊，所以毕竟不退也，名诸如来种种啊，他的心呢安住在如来种心当中啊，他不退转了。后面说前二种是不退发心啊，就是一个性成就发心，一个解行发心。这都属于不对啊，第一个是善根非常深厚，第二个是他理解了啊，我们一般讲啊，他觉悟了啊，理明白了，事实真相搞清楚了啊，这种人发心不会退转啊，什么样的挫折也不会让他退心。那么再看起心论讲的第三种啊，三正法心者，若有众生善根微少，久远以来烦恼深厚啊，虽至于佛亦得供养，燃起人天种子或二乘种子，舍求大乘者根则不定，或进或退。我们就念到此地，啊，这是正，啊，这个正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怎么个讲法呢？我们用现在科学的讲法，啊，那这个就是这个正的发现是科学的发现，科学要讲证据的，啊，没有证据，他就不相信了。你要叫他相信一下，头一个拿证据来。啊，所以如来对于这种人，啊，确实现身说法了，啊，做证传，啊，真的是拿出证据来给他看。他才相信啊！啊，虽然相信啊，那个信心没有前面那两种坚定。为什么呢？他有欲望，他烦恼重啊，所以这首先就说出来了啊，这些众生呢，善根少啊，久远借来。烦恼深厚啊，这个连现在西方人都明白了啊，我们看到西方关于灵学啊，关于前世今生啊，轮回这一些研究报告啊，他们的研究确实是科学精神追踪啊啊，而追踪呢，确确实实查出证据，一丝毫都不错。
啊，跟中国这个古人来比啊，不同。中国古人你给他讲这个他就相信啊，西方人因为受这个科学的方法的影响啊，你给他讲他暂时不反对对你他也不相信你，他要查证啊。那么现在专门有研究儿童的啊，因为儿童七岁以下确实有记得前生的事情啊，这前生他的父母是谁，他住在什么地方，他都能说得出来啊。他自己现在的父母说他胡说八道，那可是一些专门研究这些科学家的时候，他们就把它记录下来啊，然后根据他所说的到某一个国家某个地区，这个他从来没去过，他父母也没去过啊，去调查啊，去找这些资料，哎，确确实实啊，资料，哎，过去几十年、几百年前，这个真有这个人，啊，什么时候死的，啊，那个时候就是这情况是真的查出来了，他说的没错，这些报告资料不少啊，啊，那么这些小孩的时候不是胡说八道。啊，那么这些纵然是调查清楚，确实有科学根据了，自己烦恼重啊，欲望太重啊，还是或信或不信啊。啊，也许这是他个人事情，不可能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。啊，所以那个信心呢，若有若无。啊，这就容易退转了，啊，所以就是烦恼深厚，啊，那么根据这个西方人的这些研究，知道人的烦恼习气会带走，而且呢，带到来生呢，比这一生呢还要加重，很麻烦的事情啊！啊，这在佛法里面讲的。烦恼习气生生世世累积的呀，那我们想想我们这生当中是不是在累积贪嗔痴慢七情五欲，是不是在累积这个东西，还是你在这一生当中啊，把七情五欲贪嗔痴慢把它淡化了，你要能把它做淡化了，这上乘功夫啊，你这一生没白来啊！你要是从你自己已经有的还要把它加重成分呢，这就错了啊！这个你来世的时候是往下坠落啊，你能够把它淡化减轻啊，你是往上提升的。佛在《楞严经》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，那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名词比较容易懂，妄想分别执着啊，一般大乘经教里面讲的是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啊，这个初学佛的人不太好懂啊，其实华严经上所讲的妄想就是无明烦恼，分别就是尘沙烦恼，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啊。我们不懂这些烦恼的专有名词，我们想想我们执着严不严重，我们分别严不严重啊，所以这个要常常勘验自己功夫啊，我这个分别执着
跟去年相比是不是轻了一些啊，淡化了一些，那表示我这一年的修行有进步啊。如果我这个分别执着跟去年没有两样，说明没有进步。如果说我这个分别执着比去年还严重，那这个那就是一个警号了啊，你自己要小心了，你已经往下垂坠落了。所以我们真的是通达明了，你前生从哪里来，你来生往哪里去，不要问别人啊，清清楚楚啊，明明白白啊。所以烦恼身后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，虽止于佛啊，虽然只是遇到了，遇到佛法，也知道供养，啊，供佛、供法、供僧，啊，把佛法介绍给别人，都是属于供养。然其人天种子啊，这就是什么呢？对人天的福报啊，还有贪念呢，放不下了啊，或者是其二尘种子，对小尘有兴趣啊。小乘是什么？小乘自利，哎，我只要自己修好就行了啊，别人的事情啊少管为妙，这是小乘啊。就小乘属于自利，不像大乘，大乘人是主动的利他，可以舍己为人啊，这小乘做不到啊。那么像这种的根性的人，舍求大乘者根则不定，何进何退啊。这就是说明为什么有精进不退转的，为什么有很容易退转的，这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。大臣要舍己为人，他放不下啊，所以欢喜布施，能舍的人，那我们就晓得这个人善根很厚啊。如果有机会遇到正法，这一生呢很容易成就啊。遇不到正法呢，他还是被这个世缘染污啊。那么凡是肯布施的，我们晓得他来生有福啊，人天福报啊啊。这个佛经上讲得很清楚的，你看贪念世间这个福报的人真是不少啊。财富财布施啊，啊，他对于财无没有吝惜，欢喜供养别人，欢喜帮助别人啊，那我们就想他福报大啊，财用啊广啊，真的是对于财务啊
有求必应。啊，第二种布施，法布施。啊，法布施得的果报是聪明智慧。第三种无为布施，得的福报是健康长寿。他能放下啊，所以他得这三种果报啊。那么不肯放下的这三种福报，纵然他有，是他前生修的。想尽了，后面就没有了啊，来生得到的就不如意了。那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人世间啊，我们很冷静地观察，欢喜布施的人有多少，贪图自己享受而吝啬的人又有多少，这个苦乐因果你不就全明白了吗？看别人容易啊，看自己难啊。但是看别人之后啊，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，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啊，自己来生纵然是没有能力超越六道啊，依旧在这个人天，你也就晓得来生的人天福报跟今生就可以做个比较啊。但是这个里头又不能不知道，六道众生的业因影业要知道。如果你要是不认真修行，你虽然这一生修的有福啊，修三种布施，来生得不到人生呐。啊，那得出生身，出生身里面大福报的。就做了神了啊！你看安世高传记里面所讲的，他那个同学都在出生道，是蛇身啊，他做了什么龙王，这个龙王是一条大蛇，有福报啊，有很多人就拜他了，去供养他了啊，过去生中是修行人。要知道啊，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啊，跟安世高是同学啊，明镜好师，就是法师讲经说法的法师，又喜欢布施啊，为什么会跑到出生道去当神去了呢？啊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这都是佛麾下的弟子啊。啊，每一天出去托钵啊，托到的饭菜很好，很满意，他就很欢喜，很高兴。如果今天托钵托的这个饭不好吃，他心里面就不高兴啊，就难过，就这个原因都在我道。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今天
人也出了家了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这些供养，如果有不如意的，心里面不高兴的，按时告的同学会做去当龙王，我们将来做到哪里去？当龙王的下兵写将去了，没那么大的福报啊。啊，龙蛇里头当不了头啊。你就晓得这个问题严重，你就知道这个问题的可怕。啊，所以常常想象自己警觉性呢就提高了，就提升了。除了精进勇猛精进求生净土之外，不能走第二条路。啊，走第二条路走不通，也就是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我在早年常讲啊，啊，出家没多久的时候就常说啊，我们做一个出家人，四十岁之前要认真努力修行呐，啊，成就自己的德行。学问啊，四十岁到六十岁的二十年呢，要报恩呐，啊，报恩怎么报呢？为佛教服务啊！啊，我自己学成了，要贡献出来。啊，个人的缘不一样。佛门里面总而言之是两门啊，一个就是弘法，一个护法啊。弘法那你就负责讲经说法，护法你就为道场服务啊，这个道场里面做方丈主持啊，当家啊，我们叫建院啊，这个寺院里的这些执事护法了啊，我们要报佛恩呐，要护持道场啊，啊，道场里就是那两种人嘛，一种是弘法的，一种是护法的，弘护要配合。啊，是一体，佛法才能兴旺啊！啊，我常常讲啊，佛法能不能常住世间，不是弘法法师的责任呢，是护法法师的责任。啊，因为护法等于说他办学校啊，道场是学校，住持是校长。当家师是总务主任，首座是教务啊，为诺是训导啊，啊，所以他们是学校里面的纲领之士啊，讲经说法是教员啊，啊，他们可以不必上课，但是他要聘请教员，啊，要护持教员。照顾教员，你这个学校才能办得好啊！你请到好老师啊。那么佛法弘法利生的成就，这个功德是护法的，不是弘法的啊。就好像学校办得好啊，政府考这个奖励
他一定是奖励你校长，他不会奖励教员。啊，佛法兴旺啊，这个责任呢，在方丈在主持啊。啊，我一生没做过方丈，没做过主持，一生当教员。啊，这个就是什么？福报大的才能当方丈主持，没有福报的选择做教员，这是正确的。啊，教员是比较辛苦，啊，但是工作很单纯，我只学一门，我只教一门，啊，有这一门专长，啊，等待这个学校啊来聘请。啊，佛法是教育，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。啊，所以佛法的兴衰责任在住持啊护持佛法的这些大德门的肩膀上。啊，那么真正有福报的建大道场的，你懂得这个道理啊，你聘请好的法师到你这个道场来，常年讲经教学啊，聘请有德行的啊，很老实的法师啊，你请他来领导大众共修啊，像念佛堂禅堂啊，这些堂主那还是属于教员啊，这是指导修行的啊，解门跟行门嘛，行结相应，这佛法就兴旺起来了，学校就办好了啊。所以这个是说明这个一些这个善根少的人啊，信心呢不坚定，就是他的烦恼习气重啊。换一句话说呢，名闻利养放不下啊，名利放不下了，所以他有进有退啊。底下说大意自己善根为少啊，依他发心，或以二乘教令发心啊，就是小接受小乘教啊，这个劝他发心啊，为戒心不实啊，戒有德有正，有舍有取，总助退位。这就说明了啊，为什么他有进有退啊？那么这是我们自己也自己要反省啊，自己也有时有进有退，那是细心观察我们的周边，无论是出家学佛在家学佛，还是有进有退啊，这个有缘听听经，听个一段时间，哎呀，佛经实在是好，哎，发心来皈依啊，来求受五戒或者受菩萨戒啊，过不了个两三年呢，他退心了，不学佛了，去信别的宗教去了
有啊，很多啊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见到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你读了这一段文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从这段文字里面细心去体会，找出那个退心的根。啊，根是什么呢？明文理呀，七情五欲放不下，这个烦恼的习气呀，太深太深了。一遇到这个缘呢，烦恼立刻起现行，啊，佛法就忘掉了。甚至于什么贪爱佛法来走了。佛在般若经上讲得多清楚多明白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黄忠昌居士的成就没有别的，就是法也舍掉了啊，事出世间法通通放下了，啊，只取一部无量寿经，一生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六字洪名，其他通通不要了，他成就了。这是示现给我们看的，哎，你想不想成就？你想成就，像他这个样子就行。啊，真的有人看到他这些事迹啊，动了心了，啊，也想模仿学习了，可是还学不下啊，那什么原因呢？分别妄想执着没放下了啊，念佛有一点点小境界了，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，这叫正上慢，把你自己这个一生的善缘张开出来。这里是最容易，就是经教不通，又不老实。啊，那个经教不通的人老实没问题。啊，因为你真用功啊，会有境界现前，这很平常的事情。境界现前，决定不理会的。如果不想看，见佛也好，见魔也好，一看不理会。什么境界现前？记住《金刚经》说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你一定要坚定信心，如如不动啊，老老实实这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你会成就啊，千万不能够见异思迁呢啊，是念了几天佛了，哎，不念佛的时候耳朵边上有佛号，这太平常了啊，有这种境界的人不晓得有多少人啊，哎，千万不要误会哦，你这个就得一心不乱了啊，你功夫成片了，错了。这是什么现象？是这几天念佛了，念得耳熟啊，会有这个现象发生啊，心里确实没有想念佛，可是佛号始终在耳边
啊，这个佛号呢，一定是跟你念佛的佛号是相同的，一样的。啊，如果听到跟我念的这个音调啊不一样，哎，那你更不能理他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可能就是由魔来扰乱，他让你说，让你起分别，让你起执着，就是让你起烦恼。你本来心清净的，现在叫你起烦恼，啊，起分别执着就是起烦恼，把你的功夫破坏掉。因为你要一直这样下去的话，保持的话，如如不动啊，会到这个功夫成片。啊，有功夫成片，这个功夫，那你就肯定往生，生凡圣同居土。啊，绝对不是这个境界现前。哎呀，我已经到了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啊，大错。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是化身菩萨境界，在净土宗里面是理一心不乱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妄想分别执着全断了。这个境界会显现啊，哪有你才念几天你就得到啊？那你已经是佛菩萨再来，你不是凡夫了啊！就千万不要误会啊，那个误会的问题太严重了啊！所以这些啊，总是这个有得有正有取有舍。你都没有放下吗？啊，就总在退位啊，这就是什么呢？不老实啊，不懂经教又不老实啊，这个成就就很困难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